阿泰，下一个，哇，这站起来，这站起来，哇，打进去哎，怎么恋爱了？这么恋爱了，心坎了？哎呦，哇，我觉得你穿这样，你爸就一定要出事了吧？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星座？我牡羊座，牡羊座，牡羊座就怕冲哦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现在是夜店的公关。哎呦，同事你好，同事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只不过是旧同事吧？旧同事，旧同事，我是前辈，同一脉，前辈，前辈，好不好？在公关这条路上，夜店公关这条路上，我很前面，先驱，前驱。好，你大学的时候啊，你大学的时候私吞奖学金40万，哇！不是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两面哦。哎，我们先不要讲私吞哦，能够得到奖学金40万，这算是好学生，高材生嘛，好学生 ，OK 的。是，你怎么样拿到这40万？那奖学金私吞应该的啊，那是你独来的吧？就因为我是运动员，然后运动员的话就是会有很多资源、奖金，对，比赛呢？那奖金拿了就一定要给家人吗？我觉得不用。你觉得不是、等一下，因为家人帮他付学费啊。对，那如果你给家人，家人会拿反过来付学费啊。家人每天要喂他吃饭呢、啊。对啊，可以分担家里一点啊、哦，那是一种感觉啦。那你是慢慢累积下来40万，就是每学期都会有5万块的支票。哇哇塞，所以大学4年8次，哇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40万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是练什么？我是练跆拳道。跆拳道，哎呦，难怪我看到你，我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尊敬的意思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因为等一下要示范。哎呦，这里面最看不起跆拳道的就是张立东。真的，哎，你怎么常常看不起？对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是累的，你怎么比我爸还了解我？那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爸爸管，因为你是女儿啦，一般女儿爸爸当然特别疼。是，当然。那爸爸对你管教很严格吗？对我姐比较严，我是最松的。你是老几？我是最小的。老幺，你有几个姐妹？我有两个姐姐，一个哥哥。所以你看到哥哥他们被爸爸这样教训，你也会怕？对，就是会比较乖一点，装乖。我也是老幺。那个事情爸爸知道了，奖学金的事情，爸爸知道了。现在讲出来了，要讲啦，今天讲的。对啊，而且我小时候也是，我两个哥哥，我两个哥跟我差很，一个差6岁，一个差7岁。对。哇塞！我小时候可会在细缝中求生存，哎呦，会钻。不是，因为看到我哥被我爸他们打的时候，我傻眼，打成这样，哇塞！我一定要乖，因为我爸是军人嘛，是那个时候管教很可怕。那你爸爸管教成这样，而且还有门禁，你怎么可以去当公关呢？开玩笑，我们就是从夹缝中骗他。也不是骗他了，你为什么要當？就是有时候出门，可是会传在家里的照片给爸爸看。爸爸在干嘛？没有先拍，没有住一起，对，没有住一起啊，先拍。住学校，我们都住学校。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当夜店公关了。大学期间？刚毕业的时候。刚毕业。你知道以前我刚刚开始开夜店的時候。对。那我也没有跟我爸讲很清楚，就是他说你干嘛？我在开店呢、然后每个礼拜我说我星期五晚上最忙。因为星期五客人最多，对。然后有一天新闻就报，男公关星期五餐厅被抓，是不是？然后我爸回来就讲，你在星期五上班吗？我说，我是星期五上班，星期五最要上班、你那个不好吧？我说没有不好啊，那今天你有没有看新闻？我说爸不一样。那是男公关，我们不是，我只是卖那种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公关照片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！当多久了？4个月差不多。4个月。对。OK， 那你曾经还请警卫帮你处理成绩单呢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处理？晚上上班，可是隔天都没办法上课，然后成绩就是会有缺旷记录，他就会寄到家里。是。那我就会请楼下的警卫伯伯，就是帮我把那个单子收起来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不要让我爸妈看到。你有没有考虑一下，今天播出这一天，想办法把爸爸支出国之类的？有点严重。讲到现在，我已经越来越害怕。对啊，你好危险哦，好危险哦。你是练跆拳道练多久了？我高中开始练的，现在硕一。那今天我跟你讲，一般跆拳道最喜欢表演什么？破木板。那我们今天破立冬来。我说要三位，三位我拿木板的，一次要三位哦，那我们就是对了。好，那有人第一位，用塞的，好不好？最公平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
哦，哎，最公平，那第一位啊，第一位出来。所以你们这种就是真的，你们就是不懂得做节目。人家好不容易来宣传，嗯，我们怎么不让大家露脸呢？来，正义代替我。来来来来，实在不行不行不行。第二位，实在的正义。哎，徐志明哥，徐志明哥，霍立东，太好了。好，最后一位。哎，徐东文，徐东文，徐东文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个子不协调。哦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还是比你来好。好，来，哎呦，不行啊，这个很近哎，要来喽，请开始。阿泰，下一位，哇，这站起来，这站起来，哇，进去哎，怎么恋爱了？是不是恋爱心坎了？你是被电到呀？这是我红心啊！哇，正中红心啊！打到心坎里耶！你是走那种增肌消脂呢，还是哪一种？对，增肌减脂，然后线条跟伸展是我的专长哦。曲线的，对，因为我以前是舞蹈系的，舞蹈很真实的感觉。那你可以长侧面给我们大家看一下，侧面吗？哇塞！哇，哎呦，这个有啊，会拍，懂拍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曲线非常的漂亮。来来来，请看照片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好，那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怎么拿一个木头？这个是胡铃，胡铃很好用。对，胡铃，然后那个是 Viper。Viper， 这两个都是我上课都会用的。对，属于比较多功能的训练。张一东，你很适合这个动作。胡铃，对，这个动作很棒。对，减脂，减脂非常有效果，然后线条的部分。这个做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你帅度增加20000倍，真的。平常拿着那个，对，所以不是拿公式包，是拿胡铃。请问你在哪里教学？我在板桥府中的窝菌哦，对，我在窝菌，板桥，对，板桥府中店，但是很多人从台中、桃园来上你的课啊。对，就是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是从桃园专程来找我上课。嗯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就对我很支持哦，对，慕名而来，就比较信任我吧，因为他可能不习惯别的教练，对，然后习惯我教他的方法，这样，那他一定喜欢的，嗯，对呀，你有教过那种就是。哦，其实跟健身是搭不上的那种，从来没有健身过的那种，就比如说很胖很胖啊，或者是有就是有一个学生刚来找我的时候，他体脂肪将近快30%，哦，那很高，30，对，30%，还好是张一中28，这么近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是后来找我训练了一年后。大概半年之后就开始有点变，然后一年后，现在的体脂肪率已经降到12%，12%，对啊，不过因为他真的前面很认真的在增肌，